我很希望你们帮我协寻他，请他勇敢站出来，跟我们所有大楼的所有权人及住户说声道歉。你的二次伤害已经深深的伤害了我们，我一定要重申，他不是我们的住户，请各位大家给我们关爱之中，也去查证所有的流言蜚语，不要对我们目前已经失去了安全的家园的所有的屋主及租客二次伤害。我在这里深深的祈求大家给我们一个公平正义。另外一件事情，昨天 FB 有一位穿雨衣的女生，我们不认识她，我也不知道她是谁，但是有人在下面留言说她是我们大楼的住户。我很希望你们帮我协寻她，请她勇敢站出来，跟我们所有大楼的所有权人及住户，就是这边这位小姐说声道歉。你的二次伤害已经深深的伤害了我们，我们现在被攻击成一个没有危险的住户，我们不懂得，我们不知道现在有多可怕，还在嘻嘻哈哈。我一定要重申，他不是我们的住户。